其实 Audi 的车款在马来西亚的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高的地位，或许是这个四个环代表了高贵象征的地位，或者是撩妹神器，还是 Marvel 里面的 superhero。 所以今天就带给大家了这个 BBA 里面的这个 A Audi。Before 我真正讲解这个 Audi Q5 之前啊，我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 Audi Malaysia 现在的状况。很多人都知道这个 BBA 里面的 A 就是 Audi 车款都是比同级别的这个 Benz 或者是这个 BM 来的便宜的，无论是在美国、欧洲、日本或者是中国市场都要来的更加的低价。但是来到 Malaysia 就倒反来了啊，因为经过非常复杂的这个代理商还有进口方式，因为所有的 Audi 的车款在马来西亚贩售的是都是 CBU 进口的，不像是同级别竞争对手都是 fully CKD 本地组装的，所以他们的价格就要更加的优势。所以今天在我身旁的不只是 Audi Q5， 还有来自 Auto 123的 Jaden。Hello， 大家好，我是 Auto 123的 Jaden。Hello， 所以 Hello， 所以今天这个 Audi Q5 啊 ，Q5 呀 ，Q5， 所以这台车它整体的这个象征其实它是由这个第二代的这个 Q5 而打造的，它是经过非常多次的这个小改款啊。对对。所以来到这次，它基本上其实和你之前看到的 Q5 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同小异了。大同小异，对对对。只是在一些小细节上面，它只是进行了一些修改，就让它更加的精致，更加的豪宽而已。哎，这样觉得我问你啊，奥迪叫灯厂吗？为什么它的灯好像有点普通？因为昨晚我拿这辆车回家，我开灯什么，它都不要 come light 没有，它的。连 sequential 都没有是？是啊，它的还有流水灯呐、啊？没有，哇，显了啦！啊，这样为什么呢？啊，就是要选配了，啊、它只有一个 spec， 把单要选配、嗯。如果你要 matrix LED 会闪下闪下的啊，就要13000了啦。OK， 所以它现在不是 matrix， 它现在不是 matrix LED，、啊、不是来的普通的 standard 的 LED， 所以选配要13000，13000哦。还有我想问一个东西哦，这一个 grill 有点老。它的 chrome 啊，因为你看到很多 chrome 啦，因为如果你要那个 black appearance 哦，它就要加钱一个3000块。虽然这辆它是一个 S line 2.0 TFSI 的车型啊，但是它连这种 black appearance 哦，它都没有给你啊，就给你一种 chrome。但是如果你要 glossy black， 就是非常 atas 的 glossy black 啊，比较 sporty 啊，你只要选配一个3000令吉哦，就给你喷上一种 piano black atas， 这车什么都跟你来一个 optional 啦。对对对 ，OK， 可以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grill 啊，其实它整台车是比较霸气的，因为它是采用这种全新的这种 single piece frame。人家讲嘴大吃四方嘛，这个它是嘴大吃八方了，因为它是 octagon 八角形了的。所以看起来整台车非常的 bold， 非常的大气。嗯哼，而且它这个水箱护罩真的很大，是很霸气啊。对，接下来看车侧。车侧，首先我一定要吐槽一个东西，这个 rim 是真的是，我明白了。他能选别的颜色吗？这个不能啊，修沃色。可以选，老板你要23000就可以选那个20寸的 dual tone 哦。哎，那这个是几寸？这个19啊，是九，这个19，这个尺寸是23555R19。对对对对，如果你要那个更大的话是25545R20。20寸的 rim 比较比较美一点呐、啊。你要美一点哦。多少钱呢、啊？是23000。23000。对，23000。kick 水哦。哎，是这样啊。贵哦。是，不过本来幸好还有给你一个 4-port red caliper、啊、是我看到这个、啊、不过 Audi 也是有点吝啬，他连气都不要喷给你，是如果喷一个颜色、哦、应该好看很多，尤其是如果你选那23000的 rim 啊，如果突然有一个红色的 red caliper 啊，好看很多、哦、我说你选那个23000 rim 是有红色 red 没有哦，你要再加啊，哇啦喂啊，如果你选 caliper 的话、啊、就一定要选 rim 啊，选 rim 就要选 caliper 啊，所以就是 set new 来的这个啊，简单点来讲你要美钱包就要过后啊，对OK， 没办法啦哈，没有变哦、啊、OK， 所以这边有个 S line， 啊，是 S line， S line， OK OK 可以，可以啊 ，S line， 但是又不 S line 到完那种啦、啊，然后车漆还是好看的、啊、，Navara blue 啊 ，Navara blue，Navara blue，、啊、这车漆真的好看，好看啊，好看，很帅这样，蛮 sporty 一下，对，年轻啊，是。OK， 觉得这个尾灯它不是 OLED 是不是？不是，因为外国有 OLED， 的中马来西亚没有，马来西亚也有，你不要跟我讲又是选配，选配，选配10000。哦，十千、啊、比车头便宜一点了，比车头便宜3000块啦。因为它这个没有流水灯，是 sequential 嘛？奥迪的车你一定要有流水灯、啊，是招牌菜的。那个是招牌菜啊，你就好像你去酒楼，你一定会叫那个什么佛跳墙那样的意思啊。然后如果你给了4000块，它就有
那个 welcome light 就一盏一盏这样开咯，就是那种丢丢丢丢出来，给了10000块肯定 welcome 你了，不 welcome 你就可以去找奥迪啊，讲不过去，不过这尾灯还是帅啊，还是帅啦，它还是蛮，它是 3D 这样啊， 3D 有一点点 3D 的感觉啦，虽然它是 standard 啦，然后这边一个 quattro 的标就是奥迪的，我看一下Exhaust是真的还是假，真的，假的啦你，哎呦，假的。Plastic 啊 ，Plastic team 啊，哎呀，这样子，不愧是 Volkswagen 的大哥，跟 Volkswagen 一样一家亲啦，一家亲。所以杰伦，威翔有大嘛？有500多嘛？有超过，哎，这样可以讲同级最强哦，差不多啦。幸好有 Hands Free Tailgate 啦，哈，这个不是选配啦，标配，标配啊，关你是电动啊？怎么你的摄影师要去打仗啊？这个差哪里？摄影师。你错了，你要带你女朋友去，怎么也差难了。所以这个你要4天3夜、3天2夜，比 Nang Trip、Johor Trip 任你去玩了啊。它是530 liter， 它的对手是 X3 跟 GLC， X3、GLC、X60 都比较小 ，NX 差不多啦，500左右了。所以说它算是最大之一啊。它算是最大啦，所以这一家大小的行李，你看，我们摄影师要去打仗都没有问题、啊。它有 spare tire 吗？有啊，这个还是少数啊。哦、我们现在哎呀，那个摄影师，你看你的东西放这，我们开不到。它是有这个18寸的 rim 来的，下面这个是少数18寸 full size 啊，不是 full size 的，我们这个19嘛，把它给你一个18寸、啊，有一点 spaceable 这样的感觉、啊，就 OK 嘞 ，OK 了。18寸还是很安全、OK 欸，因为 SUV 你跑远路啊，是，你 spare tire 小条还是你没有啊？我跟你讲，你的心啊，干干得了，是，所以这个是少数 Conti Car 有给你 spare tire 的，是，哎、欸，不愧是 Volkswagen， 是，减轻铝合金，哎、欸，等下车重多少 kg？ 这个1600多。哎，蛮轻了，是蛮轻了，算蛮轻了的，将大量的减轻啊。So engine 是1888，打中等发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VAG Group 都在用啊，一家亲嘛 ，Porsche 同款，哎是 ，Macan 啊 ，Macan 这是，对对对，所以这个它是有一个249 horsepower， 还有370 Nm 的。所以这个不只是引擎的这个动力，它也是有这个。Mild Hybrid MHEV， 其实如果我不讲这个 Mild Hybrid 啊，有在这个 Q5 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 Mild Hybrid 48V 啊，48W 罢了。它有啊，它有，它连 Audi 自己的 brochure 都没有写给你啊，所以啊，这个啊，我不讲啊，你都不知道它有 Mild Hybrid。我昨天有做功课，是我上网我没有看它写 Mild Hybrid 哦。啊 ，Even 它 Meter 应该，哎 ，Meter 没有 show 啊，没有，完全没有 show， 是。所以它是只是在 specification 那边。这种48V， 据我所知，其实它不是给 engine 给 power 的，对，它是给那种 electronic system 嘛，供电。它里面的那些车里面的那些 compressor、starter 之类的，那些电子设备。它只是给 engine 的那个负荷降低，对，就给 engine 比较 performance。所以 engine 整个就 smooth 更加的 linear。对。所以它也是匹配一个 7-speed 的 Steptronic gearbox 的。所以这辆车你觉得你开到 OK 吗？ 7-speed 我昨晚只是开几个钟罢了。因为 Ivan 把车给我，我也是做工作到很迟，回家去打把我个饭去装一下逼吧，所以等下才试驾啦，等下试驾啦、这个、等下试驾，所以等下就由啊杰登令，我们比较专业的车手在这个 Sebang Track， 你不要坐我一单， okay, 我不是车手啊，反正 okay, okay. 我只是业余喜欢玩一下赛车，玩赛车啦、啊，我没有，所以等下由杰登令带我来这个 Sebang 的 Track 来体验一下，我不是 Automatic 最快的男人 ，Sorry， 啊，他是 Auto 123最快的，Auto 123只有一个人当然快。觉得这个内饰是不是很熟悉嘞？这个 dashboard， 这个 aircon 还有这个 styling， 真的是以前的奥迪用到现在。是，这个 dashboard 应该用超过十年了。这个 aircon， 这个 dashboard 真的用很久了。我们上一代的 Q5 都用了。上两代的 Q5 啊，那个比较圆的啊，是已经用着了，是。这个 styling 哦，是2013-14年 A5 facelift 用到现在。哇，这样差不多是我们以前读小学还是这个样子，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不过 OK 啊，这 styling 还是好做的。啊、styling 还是好做的。它的 button 内还是很有乖底下的，很有质感的、啊，还 是 OK 的。奥迪还是奥迪啦。还是。重点是这个 screen 啊，我很喜欢。是，这个现在还是这个 virtual copy 啦。对。所以它是可以把那个 map 搬过来用了。啊、只是如果你讲你用那个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 Waze 啊、Google Maps 是不能搬过来啦。是，这样很多车都不能。VMS 也不能。也不能，它是要用原厂的那个 navigation 的系统啦。所以这个清晰度来讲呢，它是很轻，它整个画面的 graphic 啊，整个看起来更加的好看呐、啊。而且哦。这个你看啊，它这个一换 view 啊，吐了整个 map、哦、这个好看哦，这个我是最喜欢的，有点 Iron Man 开车感觉。很多人讲它跟 Volkswagen 很像，其实 Volkswagen 的 grade 啊，明显比它低一个 level， 低很多、哦。那个清晰度一看就知道不一样了。那个很明显就很卡顿 啊，它的、啊、没有到这样 high res， 这个就很 premium。那个 graphic 全部都不一样，对，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啦、啊，这个 Audi 还是 Audi 的。这个主机也是
这是几寸啊？十二寸，十二寸的直径。12寸，哇，这个西北寸。所以它是用这个 MMI 的 navigation bar， 对对对。所以它里面是内建这个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也是内建这个 navigation 的，所以原厂的那 navigation 就可以把它搬过来这个 meter， 所以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在这边用啊，就你的 iTravel 就不用这样子移来移去了，驾驶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安全。哇，这个主机是顺，你看是超顺的，你这样滑了会累的，超顺、啊，看到吗？摄影师，五了 ，OK OK， 顺是一定顺了了。中间这个也是用很多年了。反正虽然用多年了，反正还是很好看的、啊，还是很好看的、啊这个。这个你看转起来，哇，这个这个有点让我想起啊 ，Honda， 啊 ，Honda City 啊 ，Honda City 啊，这个真的，反正里面也是有这个 display 哦，啊、对, 对对对，也是不错，好看呐、啊。然后这个 icon 哦也是蛮特别的。我懂我懂，你的手哦，你放进去那时候、哦，它会让 zoom 大一点啊，它就把那个 icon 放大了，所以它有 sensor 在里面，有 sensor 在里面，所以你啊近视啊或者是老花、啊，你不怕？找不到button按了，其实按摩妈妈、哦、啊，说、so, 你的手啊，手指一放去那个你要按的位置，它会把那个 icon 特别放大一点，而且蛮 sensitive 的，很高力 sensitive 啊。说奥迪做这种 technology 的东西啊，还是有在的，还是奥迪啊。So, 它的放东西的地方蛮多，蛮多的，这边有，这边有，这边也是有，这边原本啊，在外国是一个 wireless charging 啊，只在马来西亚就没有了。有的选配，又要选配，没有的选配，没有的选配。它的置物格是很大，这个 Android 都也是要插线的，好像现在这样子哦，插线哦。啊、我的电话、哦、没有的 wireless 啊，哦，没有 wireless， 没有 wireless。哎 ，AirFi 有吗 ？AirFi 有，这个没有。这么奇怪、啊，因为它有 wireless charging， 这个没有，这个抠掉。哎呦，哇、哦啊，我因为我那时候我拿 AirFi， 我想，哎 ，wireless， 有我昨天借。是我接不到，没有，他要一定 cable。OK， 啊，可以，没办法哦。这个椅子嘛，我坐一下。OK， 它是 Napa 来的来的，这个。哦，是 Napa 来的。然后你副驾那边有六项电动调节，啊、我这边有十二项、哦，两边都有带 Lumbar support。啊，是 Lumbar、啊、是很重要的、啊、哇，这种好沿路啊，好长途来讲是。哦、腰不好。肯定啊，好做很多啦，有 Lumbar support 啊、哦。是是是。所以这十二项电动调节，六项电动调节已经是蛮舒服的啦。可是有一点我不喜欢 ，ambient light。ambient light， 我昨天拿车往上驾车是暗暗的，没有灯的，啊、就跟你驾热系车它有，可是它的灯很小，你真的要伸手放这可以看到一点灯的、啊。其实那个不是 ambient light 啦，那个是基本上让你开门看到有东西拉罢了啦。如果你要 ambient light， 它很冷光，是冷光罢了，很小哎、欸。因为如果你要 ambient light 的话，那个三、嗯、它有三十色 ambient light 的那个加装一个1500块啦。便宜，外面拉的不止1500块吧？是，你 aftermarket 都不止1000块啦。aftermarket 真的不止，所以买到这辆车就加不了啊。ambient light OK 啦，1500块加呀、okay 啊。是的，我的天窗没有啊，天窗、啊。天窗，哎，我觉得买这样贵的啊，天窗16000。哦，天窗可以选配，可以，一16000，全景天窗。不过其实我觉得奥迪是人性化，他知道马来西亚人很多不喜欢天窗。啊、对对对，其实很多人不喜欢天窗，哦、他们讲很热，很热。这样我喜欢索利亚。啊，这样你喜欢？你在女生网上 ambient light 再加天窗，女生都会跟你谈恋爱啦，你都不会，怪不得单身。索利亚，因为我试过我的车天窗爆掉了，换天窗换了几千块了，钱包都漏了。天窗爆掉？是。Okay. 太热了，马来西亚这种天气。所以奥迪每次是为你着想，是为我着想，所以16000，省了的话啊，省了啊，省16000，省。只是这音响呢，就是哦，是它有 BNO 吗？没有 BNO 啊，这个只是10颗普通的180W 的普通音响啦。如果你要那个 Bang & Olufsen 的，就是 BNO，、啊、那个就要12000。那个是奥迪的招牌，是那个加装12000。这个是普通，我听一下，我听一下歌啊，听一下啊，可以。最近什么车，什么歌红啊？啊，周杰伦新歌。周杰，哎呀，啊、播歌看的、啊。不错啦，不错啦，不错啦。可以啦，这个音响其实是不错的。是是嗯，只是心理指数上，你买到整400000的车，你不给我一个。名牌一点的音响，看着那个音响黑黑一片，没有一个 logo， 黑皮了这边没尾灯吗？这边，哎呦，送的。But Bang & Olufsen有啊，有16颗，这边也没有。原本这边有一个 central speaker 的，我编了，加钱，加9000，16000，16000。啊 ，OK 了 ，OK 了。买奥迪果然是比较贵的，所以这种买奥迪的人都是低调有钱人、啊，低调奢华，低调又枯燥啊，他生活。所、so, 以我们来看一下后排了。是是是，看一下几大梁。OK， 所、so、以这个后排 OK 了，我们两个人坐到。是是，你几高？我175。
175、176啊，是我们两个两个马拉楼在后面也是很宽敞，蛮大下，翘脚没问题。不过中间就不用坐人了，因为这个土壤不薄边啊，土道太高了，很多很多 ，even 好像 BM 那种有只要有传动轴，传动轴因为它市区宽，薄边啊薄边啊，牺牲掉一点点空间啊。好彩后面有个 aircon 哦，哎，这 aircon 啊 ，three zone 啊 ，three zone 是不是很 Volkswagen 呢？这个 design 完全就是 Volkswagen Passat 那边搬过来的。有时候东西就不要讲出来，欢乐一家亲啊。你看它的这个 panel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跟巴萨那个阿莱很像，但是它只是有这个温度调节罢了，它就没有那个 blower， 就没有那个风量大小的。所以后排的话它是 OK 啦，还可以啦，有冷气就 win 了了。在马来西亚，我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呀？可以伸手进去，它是直接可以把你的衣架这样挂着。可是这边有一个了啊，这边你看，这边其实右边也有一个啊。哎哦，一个、两个、三个。六个，后面有个七个八个，你会给这么多衣架？换 fashion show 吗？真的是。啊，还有个遮阳帘。遮阳帘 OK 啦，这个因为窗口很大嘛。后面有吗？哦，后面没有啦。后面没有。SUV 后面就没有。哎，不过这椅子，那你有跟我讲到，它可以调的，可以调的，它是少数，不止一倍啊，它连前后都可以调的，你看。哎，哦，你那边吗？还是两边都有，两边都有。哦 ，OK。所以这个对如果 family car 来讲是非常好用的，因为如果你是有家庭，你是有小孩子的话，你要装那个 Isofix baby car seat 的。你要把这个椅子拉前去的话，这样你 baby 坐得更安全哦，贴近这个前面，啊 是， 啊，贴近一点是你的那个 baby car seat 就更安全。后面的位置也大一点啊，你要把后面载东西也是可以大一点。它椅子可以放倒呢？可以，六四倾倒，是422倾倒。OK， 可以可以啊，所以这个是不错的，它整个灵活性上面是非常灵活。Okay， 其实坐在后面蛮不错的，蛮不错，蛮舒服。那边有个杯架，你看按下极有仪式感，仪式感，然后这个质感。后面的这个褐色的皮革也是很舒服下的 ，premium 看起来。不过我这种年轻人就不是很喜欢狗狗，有点老。是，一点点的。你给我黑色就没啊。所以这边的话，有还是有一点 hard plastic 哦。哎，是耶，这是，它又不是到很 hard 那种哦。是，下面这边就，哎呀，不变了。所以，所以这辆车基本上如果是一个 family car 的话，我觉得是很 OK 的 ，OK 的 ，OK 的 ，OK 的。所以安全系统方面啊，这辆车其实它有 safety 那种。OK， 安全系统方面就要讲一讲了啊。它有给你这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lane departure warning， lane departure warning。然后要选配4000块，你要拿到那个 park access， 就它会自动泊车跟360镜头，这个要选配4000块。So， 然后如果你要什么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lane keeping assist 就没有给你啊，连选配都没有给你。我说是 totally 没有，所以这有点 OK。我们讲一些车是直接交白卷嘛，这个就好像你考试的时候哦，你只做你只会做的啊，你不会做就leave it blank 了。他连叮咚叮都不要叮啊，就直接不要给你了，所以就是就跟leave it blank 没有差别的吧，只有基本的 airbag 啊，airbag 是9颗哦 ，OK 啦，9颗蛮多，所以后面也是旁边这边也是有啊。哦，讲安全来讲，被动是 OK， 主动就少了一点啦，主动是少了一点啦，这个就我弟没事要努力一下啊，这个加油啦，加油啦。自己插上啊。OK， 所以现在我们来试驾这个 Q5。对。哇，谢谢你给我来车帮试驾这辆车。没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什么 mode？ Auto mode。我们现在在 Auto mode， 就是它的 default mode 啦。它自己会插上就对了。它自己插上就对了。所以我们来 test 一下它的最原始，它的 default 先。所以现在我们是在什邦国际赛道？国际赛道。Full track 啦。Full track。所以这个。首先我们先讲动力吧。动力啊。啊。是。它是有249 horsepower。是370牛顿米的，它官方0到100是6.1秒，六点一秒，其实蛮快的，蛮快，因为它本身它是有这个 mild hybrid 吧，它可能起步的时候它会有提供到一点点额外的帮助啦，沥水啦，哎，它的沥水很好，你看我现在在 auto mode 啦，然后 gear 这个 astronic 是 D，因为你拉一下这边 S 嘛，我现在放着 D 就整个很 comfort 哎，是，它的油来到很顺，动力来到很先行。就真的就很 EA888 加那个 Astronic 综合，很顺。我基本点一点点油，我出弯那些点一点油啊，我就出了。是，所以它有这样车 CD drive 很好啊 ，CD drive 很好 ，CD drive 很好。我昨天我晚上去打包宵夜那些嘛，哇，很舒服，很顺那个力。讲到舒服哦，它 suspension 是真的舒服，它没有 adaptive， 我有做功课，它没有 adaptive 电子悬吊，但它的 tuning 很好，它是 comfort。就是讲你过弯嘛，如果你有注意啊，它过弯它是它的弯是1、2、3，对，普通像 BM 跟 Mercedes 是砰砰砰过去的，把这个是1、2、3才平，有点像摩托 Camry 日本车了，加的 Camry 啊，就是舒服，我过弯的时候我讲哇，这辆奥迪这么讲鬼舒服啊，是，
虽然它是 S line 哦，但它还是很舒服的。哦，哎，跟 BBA 就是 两个 B 啊，两个 B，它是舒服很多啊，它是真最舒服那个啊，真的是舒服很多啊，最接近 Lexus 的了。对对对对对，不得不讲。所以这台车如果 as a family car 来讲啊，它是很好，真的很好啊，因为空间又有啦，是整体的整个 comfort 又有，而且它的 MVH 很好 ，MVH 很好。奥迪的车，我那时候驾 A5， 我驾 Q3， 我 even 我驾那个什么车 S5 啊，我有驾过，哇，它 MVH 真的是一流，这辆车也是很好。你看我们在石邦也懂，石邦的风比较大，而且回音。回音很大的，石邦的回音很大的，肯定。把你看我们跑着乃七八十、八九十，没有什么声音的。肯定，不要讲七八十了，百七百八都没有问题。是啊，是是。来，我们有开直路，百七百八，没有什么，有啦，风声一点啦。风声一点啦。不过底盘的隔音是真的好。真的好。哇，这个奥迪它的隔音真的是比 Volkswagen 高级很多了，我只能这样子讲。没有得比啦。加钱一分钱一分货啦。一分钱一分货。不过既然都来到石邦了，然后这辆车又有夸肉，是四驱夸肉。你看我副驾驶这边有一个名牌，就是要跟你讲林北有夸肉，林北有夸肉。啊，走，来哦 ，Dynamic Sport Mode，OK。现在是什么 mode？ 现在是 Auto， 所以我们下去这个 Dynamic mode。现在 Dynamic，OK。那个 Gearbox 立刻反应不一样了，它变 S 了。所以呀，哦，那个油门也比较聪明一点了，我多一点油它就立刻 downshift 了。立刻来 ，Suspension 也感觉硬了一点点，硬朗了一点。可是 Suspension 不是 DCC 的，不是电子悬吊。可是它 Absorber 就可能会有一点点调教。是哦。所以直线加速，我们现在哇，百二，百三。百四一刹车啊，百五，百六，哇喂，很快，很快，哎，百七哦，哎，很快，真的是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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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而且它的 brake 很好，是，哎呀 ，brake 很好，真的很好，哇，推头，它有推头，可是它的抓得住，有帮到一点呐，有安全感呐，有安全，你知道它推，可是你还是有很大的信心去。就是啊，给它推了 hold 得住 ，hold 得住，我收一点油，它会回来的。哇，嘿，这个 Quadro 不错，不过 Quadro 在市区里面一向来都是不错啦 ，Quadro 就 Quadro 都是不错的，它的 Quadro。OK， 100米 brake， 哇，它的 brake 真的很好， 50米吧，是，可以停这样多。它的 brake 啊，虽然是 four port 啦，但是还是非常好啊。油车。哇，你看它的那个 body roll 很明显， body roll 很明显，因为不变啊，因为它的 suspension 都是舒服啊，是啊 comfort 都给你这样 comfort 了， body roll 一定有了。But 你看我百二进这种大弯，百三，很轻松，没有 rasa， 没有 rasa， 没有 rasa， 很轻松，真的。OK， 你看现在我 try 五十米 break 啊，五十米 break， 哇，这个 break good， good， 这个 break good， 好了。哦，哇，它的 grip 一流，是。它的，因为它打压是 Continental 的 Sport Contact， 这打压本来都是一个 Performance 打压。Performance 打压是是是。虽然这个19寸吧啊，如果是那个选配20多千的那个啊20寸的轮毂，肯定它 Grip 就会更好啊。对，它会推头啦，可是你不能怪它，就是一个 SUV 啊。是。它推头是很，它推头是很正常的。毕竟这辆车已经 1.7 吨、1.6 吨的一个 SUV。刚才有讲到，就是这辆车的重量是1600多，是已经接近是 1.7 吨左右了。而且本来都是 family use 的 SUV， 哇，它的边牙，它的牙箱反应很快啊！我一出完，我给油，它就立刻换牙了。所以这辆车啊，你要 comfort 它可以 comfort， 你要 sport 你要加，有时候你 weekend 啊，你脚痒你要去 doge 啊，没有问题顶啊，下一下 track 啊，哇，它的 brake 真的很 steady 耶，它的 brake 很 steady 真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是你能 feel 到屁股有一点要滑啊，滑了，推头甩了，可是你一收油，它立刻拉回来，抓得这个就是 Quadro 啊，因为 Quadro 这个四驱很聪明啊，真的，基本上你不是讲没有技术，只要你有一点胆，你有点经验啊，哇，你可以把它加到很快的，真的。Quadro 就是一辆可以不用什么技术，但是又可以加到很快的车。对对对对对。直线加速，你看直线啊，我们出弯是八十，一百，现在百一啊，百一，百二，百三，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七，松油，松油 brake 也不用踩太大力，你顺 brake，OK，进弯放 brake，
转。OK， 你可以看到啊，它有一点推，推，你收油，啊、你给力，给力，它就抓得住，回来了，立刻回来。哎，而且它换油的时候，你有听到有点那种有小小声的打炮声，你有发现吗？有，奥迪哦，你当它 start 车的时候，有一点钢炮的那种声音了。也八八八，是这个 engine 的问题啦。是，虽然它只是 2.0 哦，反正它的声音整个还是很好听啊。而且你看我们台跑白八百，真的没有什么声音、哦，没有声音，真的没有声音。它的隔音真的是很好哦。你看啊，如果讲你不要用很快的速度去进弯还是什么、啊嗯，你顺加，很舒服。它很轻松啊。OK， 我们现在走一个60啊，我们缅甸的60、70、80啊，你都没有什么要 break 啊，你放油啊，你看我放油，我加到90啊，放油转，我没有放油，踏着油，你看踏着油过，哇、哦，你看很轻松，很好驾，这样车真的是不错啊，我觉得这价钱是值得的，它有它的价值在、啊，它有它的价值在，不会讲你花一个400000好像没有花到钱这样，你是有花到钱的、啊，你是有那个价值，只是说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价格你可以上到更加高的一个级别这样子，对，看个人需求啦，有些人就偏向这种比较大号的。车的话，这样你可以上去它的同级别的更加高的同级别了。是是。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比较独特 ，handling 又好，又可以照顾到全方面的一辆 SUV， 这样这个 Q5 肯定是不错的选择来的。对，真的，我赞同。因为毕竟啊、需求这种东西每个人不一样嘛，有些人就喜欢大量的，那、这样你可能觉得400000这个价位你是可以买到一些 E segment 级别的车子，这样 you can go for it。反正这辆车子给到你的感觉就是截然不同了。对对对，真的，我觉得我在赛道上驾很轻松啊，轻松，我完全没有什么很紧张啊，很怕啊，你觉得它不能，哎，很轻松哎，这辆车真的是，反而那时候我在 NX 还有一点，好像有点紧张啊，因为那辆车 body roll 比较明显。啊，对对对。啊，不过 Lexus 嘛，主打的是不一样啊。人家主打是更加的先进，更加的先进。也不过不要讲哦，这两个。Powertrain 很好哦，这辆 E888， 哎，你有驾过以前的 Q5 吗？没有，以前的 Q5 很 raw， 你知道吗？它换油，啪啪啪的汽油，你讲，哎，以前的 Q5 很热血，嗯，来到这款呢，它少了热血，可是多一丝舒适，顺畅了，顺畅。以前呢 Q5 真的很冲啊，然后它的牙箱也很臭啊，以前的 Q5 吧，现在这个啊，我 CD drive 舒服、哦，舒服，哎呦，好像 AD 一样。所以它整个换挡节奏也是不太明显。对对对。啊，你要市区驾驶这样驾的话，它整个顿挫感是没有什么在的。对对对，赞同。而且还有 paddle shifter。哦，是哦。可以降档一下。哇，它的那个 engine 的声音，有点那种钢炮、哦。而且它的 paddle shift 很直接。啊，很直接。换挡，你一拉它就来了。倒 shift。嗯。哎呦、哦，哇，立刻不一样了，那感觉。哇，这个换牙很直接，是，它的牙箱整个反应是很快，不错不错不错，这样不错。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如果有 head up display 的话、啊、就更加容易看了、啊、你的时速。这辆外国有没？外国有 head up 吧？外国有，马来西亚也有，但是要选配一个10000块啦。哇，老魏真的是什么都给你来一个选配哦。那选下好像在选择他的大哥 Porsche 是 Porsche 和 Lambo 这样子、哦哦、我们讲了这样久哦，感觉好像选择他的 Porsche Lambo 这样子的感觉。是。可是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些价格问题啦，所以很多东西很多配备他都不能标配给你了。是，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取舍了。说起讲这些人，我这样加啦，嗯，我还是那句话 balance 对，你要舒适，它有动力，它有操控，不错啦。也有配备 OK 啦，还可以啦，还不错，配备其实不错的、嗯、不错的，严格来讲是 OK 啊 OK 了的，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有的东西它都有啦，它都有，应该要有的它都有，是，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这辆车真的是很好驾、啊、肯定是。所以你有什么看法对这辆车？所以我对它的看法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其实我觉得，因为像我之前讲嘛，就是整台车其实看你需求是什么嘛、啊、如果你想要一个独特的品牌高的地位，但这台车肯定是好的选择来的，真的真的是 BBA 中的 A， 中的 A， 不是跟你开玩笑 A a class above、啊、可以说是，所以变成这辆车，如果你真的喜欢它的话，不妨可以到达这个 Audi Malaysia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他们的 showroom， 可以去欣赏一下这台车子，是是，值得你去看一下、啊、值得你去看一下啦，不没有讲必要讲、啊、立刻就把它筛选出来了，其实它也是可以
考虑在这个价位里面可以考虑的款车子。所以最主要还是看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这样车子肯定有它主要的卖点的。所以也非常感谢啊，杰登在。对，我才要感谢你给我就是这个机会来试驾。带我来这个是半 full track 啊。哦，真的 full track 啊。所以你很少数看到一辆这样的尺寸的 SUV 在Sebang的 full track 跑啊，很少人拿这辆车下Sebang啊，真的是少数之少啊。哇，所以它的动力呀，说起是 Orlando OK 了，我觉得 OK 可以。所以呀 ，Thank you 啊，来，Thank you，OK， 所以我们来一个总结了 ，OK， 拜拜。哎呦，不错不错。是不错，不错呀，又舒服 ，handling 又不错，动力又够用。主要你加的 OK 啦，OK 啦，不错啊，可以啦，可以啦。啊，你说我问你啊 ，Q5 在马来西亚它是有一个 spec 可以选还是？它只有一个 spec， 如果单单 Q5 是只有一个 spec， 但是它选配件非常多啦，就刚刚我们讲的啊，头灯选配啦 ，rim 选配啦，许多选配来，你有算过多少钱？有，如果就把刚才我们所有的我讲的那些选配件全把它加起来的话，大概要500000左右了吧。500000，讲吧，那个帅很多啦，那个帅很多啦，就感觉起来就是 sporty 哦 ，S line 的套件这样子。如果你要更加帅的话，就要加多这个15000，拿到这个 Q5 Sportback， 就是溜背式 Coupe 啊 ，Coupe SUV 的造型，那好看很多啦。但是帅就要牺牲掉一些东西，就是后排的空间啦。所以看你大家喜欢什么东西，如果要家用要实用的话 ，Q5 就已经很够用了。要更加帅、年轻、热血的话 ，Sportback。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了。说你是买 Sportback 哦？啊，我这样年轻是不是？啊，我好，哎，你比我年轻哦。肯定，哇，老了老了。所以这辆车其实我总结说，就只有一个原因你可以买它，就是你喜欢它罢了。啊，其实有些东西是这样的，你喜欢一个东西，或者是人也一样，你喜欢它，你一个理由就已经够了，不喜欢也何必强求 ，right？ 放手。疯为什么有？是不是？所以是啊，因为其实还有点我个人观点呢、啊。是会买这样的人呢，他想要低调又特别。对，因为我有400000，嗯，为什么我不买 BMW？ 对，为什么不买 Mercedes？ 大满街都 是、啊，我嫁出去，我隔壁可能就一辆 BMW， 是我后面可能一辆 Mercedes， 我后面就一辆 Volvo 啊。你看出一个达曼 GLC X3， 哎，很多啊 ，GLC 是最多，是这两不一样啊。我跟你讲，我们在布加加列我就找到两，整个我们跟另外一辆是。哦、还有两是青色的，所以那也是很好看。啊、这样是蓝色，它比较少啦，少啊，所以比较特别一点、啊，特别喽。然后又蛮低调、啊，所以有钱人就是喜欢特别的东西。不过、哦、女孩子看到也是哇，奥迪啊，哎，这个四环标，撩妹神器是啊，所以它是一个想要特别啦，特别也是一个点、啊，特别也是一个点，是是 是。然后可能就是奥迪的这个象征，就代表了更加的高贵。阿达萨 BBA 吗？对对对，或许也是。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 superhero Marvel superhero 里面的一种，是是是。说法我身边 superhero 座驾了哈，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奥迪了，是是，他们很喜欢奥迪了，可能是 movie 的 influenc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影响到奥迪的这个品牌有这样子的一个象征，是是是。所以其实奥迪马来西亚现在是由这个 PHS Automotive 从这个 Euromobile 接管过来，也就是从上个月开始、啊、他们也是宣布了会在马来西亚。引进更多的 Audi 车款，包括了这个 e-tron RS 还有 S 的车型，所以我也是很希望啊 ，Malaysia 就是会引进更多的 Audi Malaysia 车款，让大众可以选择一下。所以就是希望更加多的 Audi Malaysia 车款会在 Malaysia launching， 所以更加多马来西亚的消费者就会有更加多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不只是局限在这个 Merc 或者是 BM 的这个选项，我希望快点 CKD 啊，这样子。CKD 就有机会了，有机会都有一样的东西了吗？有机会，可是时间还要一点点啦、啊啊，肯定要、啊。毕竟现在的迪勒还是有点复杂的这个情况，才刚接手，是才刚接手，对对对，所以你希望跟哪一款奥迪雷秀的车款会在？你问到我就是 RS 了喽 ，RS Three， OK， 小钢炮，不是小钢炮，王钢炮王啊，钢炮王者啦，啊。是是是地表最强旅行车这些车型，是是。所以观众们，你们希望哪一款奥迪会在马来西亚 launching 呢？你也对这个 Audi Q5 有什么看法呢？所以在下方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所以他是 Jaden Lim from Auto One to Three， 我是 Jaden Automaji 的。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出去。我是 Jaden， 我是 Jaden， 啊，我们都是 Jaden。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出去。所以我们影片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搞定。